阿婆笑得开心，疫情期间拿到里长送的母亲节蛋糕，竟是满足喜乐。对里长王德利来说，每天在巷弄间为乡亲奔走，看似繁琐不堪的杂务，他甘之如饴，忙得开心。都做好了，母亲节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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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今年我是想说，透过这个母亲节这个整个活动啊，然后宣导我们这个整个的疫情，然后就勤洗手，然后量耳温，然后戴口罩，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，然后也让这个所有的里民的妈妈们可以出来透透气，然后跟邻居然后聊聊天。为隔离在家的朋友送上餐盒，按门铃确保屋内的人健康平安。大家口中的里长伯通常都有鸡婆的个性。基隆孝忠里里长林崇道对邻里大小事古道热肠，天生爱管闲事，还越做越喜乐。哎，徐小姐，那个餐盒我们已经送到了哈、哦。对，那个你们慢慢用哦哈、哦。哎，好、哦，平安平安。我们会提供一些这个消毒水，好、哦、消毒水，然后还有一些酒精等等的，好、哦、一些这个消毒的一些工具，好、哦、提供给民众好、哦、来做使用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不定期，我们也在这个防疫期间，我们尽量少办很多室内的活动。我相信他们其实自己也是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，那所以我们尽量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不能先害怕，对，因为我们要去服务这些民众。里长是厝边头尾的母亲，母亲节这天他们比大家更关心母亲们是不是生活的开心。台湾的防疫守护线，他们更是不可少的重要角色。